你女的都能扛过去，我有什么扛不过去的？忍辱负重，分什么男女？您的水。哎，你好，现在是不是已经平稳飞行了？我现在可以去头等舱找我朋友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小姐，经济舱的旅客不能到头等舱。我就给他送一个苹果，因为他也是头一回坐飞机，他比我还害怕呢。我去过去看看他，然后如果他好好的，我就立刻回来，行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是规定。 那这样，你帮我把这个苹果给他，你就跟他说吃个苹果平平安安，让他别害怕。他就是坐在白娇娇旁边的那个男的，谢谢啊。你好，请问是郝先生吗？经济舱那位小姐让我把这个交给您，让您不要害怕。谢谢你啊。哎，他人呢？我在这儿啊。 好先生，麻烦你能不能让他一次性拿完？啊，还让不让人睡觉啊？不好意思啊，还说你事儿了吧？你觉得呢？不好意思啊，白小姐，打扰您休息了。没事。这是那位小姐给您的卧龙坚果，说是可以缓解压力。谢谢啊。都已经跟你说了，对付恐吓最好的办法就是睡一觉，药你也已经吃了，不比这个坚果好使吗？ 不是，我跟你说吧，什么东西都不如福字能让我踏实。我呢，主要是想跟他坐在一起。你助理啊？啊。你那么看着我干嘛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这又陪你聊，又给你吃药的，你不会是想让我跟经济舱那位换位置吧？哦，不是，您是女士啊，哪能让您受委屈啊？那你想怎么样？ 我这出过差，单位还给我订机票，这一上飞机还有人免费给我换头等舱，我这也忒幸运了吧，是吧？哎，你不是那个。